哎，我俩认识8年了，他跟我说他就一个人。等过了一个阶段，他儿子来了，孩子来了之后，不搭不理的，我就觉得心里不痛快。我家孩子本身就不爱说话，和我也很少说话，但是呢，我家孩子并没有反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也没办法说，孩子都大了。我也有孩子，我也不愿意在农村待，所以说我就有时候一吵架我就回家。他是总是经常回家，我们农村过日子一般的没有事儿不回家。屯子人呢说起来这事儿，我也很不高兴。我觉着夫妻之间要能过，就得在这块待着。因为他以前承诺过我，在市里买房子，结果没兑现。关于买房子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体格还挺好，在农村呢还能种几年园子，种个3年2年。如果假设说我干不动了，我一定会回市里买房子的。我现在心真的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吴先生，63岁，来自哈尔滨，农民。来，有请吴先生。赵女士，63岁，来自哈尔滨，待业。来，有请赵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您要来的，对吧？对。来干嘛呀？有一些家庭纠纷。有一天家庭纠纷啊，解决一下是吧？对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面的这位男士跟您是什么关系？他是我老伴儿。啊，结婚多少年了？我俩认识8年了，在一起4年。再婚，重组的，对是吧？对，那4年就是说他有时候出去打工啊，不在家，对我挺好的啊，挣钱呢，有时候给我买些个穿的啦啥的，对我也挺好。后来在一起过了以后。就不好了，脾气就特别不好。他开始跟我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完了他说他就一个人，目前无挂的。完了我就寻思挺好的，就跟他这么组成家庭在一起了。结果呢，后来呢，时间长了在一起过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他有前妻，是离婚的。我开始是不想找离婚的。我想找就是丧偶的。结果他就撒谎了，结果出现了前妻，我就心里就有点不痛快啊。但是后来呢，我一寻思已经跟人家在一起了，咱就好好过日子吧。过了一个阶段，我们俩在一起，完了在农村住，他是农村的，我是市里的。完了他的儿子也来了，来了之后呢，我就心里总觉得这怎么出现这么多呢。后来我也是特别理解，他儿子来就来吧，但是说呢，你不能说的，对我不搭不理的，我心里就是不痛快。就是他儿子跟您关系不好，也不吱声。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生活在一起吗？不在一起。啊，不在一起。他不经常来，完了来了，他也不说给孩子引荐，也不说的，叫我啥什么的，他也不说。我就觉得责任还是在你身上，也许是你儿子不同意。是不是啊？那你说你这样过，总是这样事儿来来往往，我就觉得好像是，一来了呢，我就得躲出去，没话可说。他不跟你说，我也挺尴尬的。那我就得躲出去。教子无方啊！你觉得他孩子对你们的婚姻有看法？对呀，是这意思吧？我心里是这么想。那你解决呀？我们爷俩也不常沟通，因为我也不回家，他呢就是说一年能上我这块来一次，我这后老伴一共见着我儿子才2次。我因为呢，他们以后呢慢慢沟通，顺其自然，能达到和解。行吧，还有别的让您心里添堵的事儿吗？有时候我就经常回家，因为啥呢？他一急眼呢，就喝酒，喝酒完了我俩就吵架。一般的喝多了，我就不敢吱声。回来呢，你一吱声，他就摔东西，再就骂人。所以说我就害怕他，你喝酒了就这酒事再打你啥的。我没有办法，我就得回家，回哈尔滨。一喝酒，换了个人。对，常喝酒吗？经常喝酒。咋回事啊？这个咋解释呀？我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总走，一个月也不在我这待几天。有的时候我确实心情不好，我自己在家，
有的时候碰着同学战友多年不见了，到了一起以后确实是喝酒，但是回家以后他总磨叨，他磨叨太多了，我这个性格确实不好，我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完了也出手摔东西，张嘴也可以骂人，确实是有很多毛病。那到底是因为他回家多，还是你经常喝酒人家回家才多的呀？两方面都有，也有他回家不咋在人，也有为什么他回家我自己有。行，我先问问啊，为什么您经常回家呀？除了他喝酒之外的原因，他说两方面嘛。回家我拿点东西，就是你说农村园里种点没有化肥的东西，我就寻思，家里也有儿子，我就回家给儿子带点儿。有时候给儿子花点钱，他也不愿意，他就是总是，心里就是说骂骂滋滋的，总找茬打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回家。回家就是躲气吧，在这天天磨叽，我真受不了。他比我还能磨叽。回家给儿子带点东西，他不愿意。对，带点菜了啥的，不是正常的吗？是啊，正常。自己种的是吧？再说了，你说我回家我能拿多少？好像你说的不对吧？每次呢，你拿东西，咱家比如说种的葱，有你儿子一份，有我儿子一份，有咱俩一份。我并没有说，不给孩子吃，但是这里边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高兴，说你要刚回来就要走，我说你也就别拿了。那你有这种现象？那么横亲，那谁敢跟你在一起？行，我问个问题。我都害怕。你们俩现在这个家庭财务状况是个什么状况？我拿我的，他拿他的。那吃饭的钱谁出啊？吃饭一般呢，他出的多，我出的少，因为我不总搁家嘛。这都结了婚，为什么不总搁家呀？你们结婚之前讨论过说这房子怎么处理吗？他说了，他说的房子以后两年以后买，结果他没实现呢，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了。答应过两年以后给人买房子的。作为说买楼这个事，我确实是得买，但是呢，当时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说回农村，因为他不习惯，他是城里人，我要是回城里买楼呢，我俩这个婚姻肯定能没什么矛盾。现在呢，因为他总回家就是惦记孩子，所以说我心里也是也在想，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回市里？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农村，我干活呢，我觉着我的体格挺好的，他能干个一年二年。现在今年呢，我俩的矛盾也非常突出，我也准备说是把这个农村的房卖了，回市里买房子。他这么说我不相信了。不是您回市里住哪儿啊？我有房子给我儿子了。哦，您的房子给儿子了。对，所以您在市里是没房子了。对，非让他在市里买个房子。对呀，我说这个房子就是买了我也不要，咱就是住，他有那个经济条件他不买呀。行吧。他现在在你那儿一个月大概住多久啊？现在我搬屯子买房子四年，大概他加在一起不到一年。哦，为什么不到一年？结婚四年住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年，是这意思吧？对，因为冬天回家，就今年冬天他在那住的，那几年都回家，冬天他就回他儿子那儿去。他前妻有病，完了他去伺候去，我让他，我同意他伺候，因为啥呢？毕竟是从小夫妻，我也同意让你伺候，夏天才回农村。哇，这是个什么日子啊？你们过的？你说的这个事儿不对。去年呢，是我前妻得癌症，已经要不行了。因为我儿子岁数小，他对这个老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慌了。他说：“老爸，你回来给我提提意见。”我并没有伺候我前妻一天，我也没有在医院看他一天，因为我们离婚了，我没有那个责任，我只能是说给我儿子壮壮胆。他什么事情都听他儿子的。那您这说的就有出入了。第二年也不是因为前妻要照顾前妻不在一起。第二年他前妻就有病了。头一年他把房子卖了，买了房子他卖了，他都没跟我商量。完了就又在这儿又没跟我商量。我说你再买房，再在农村回农村买房，我就不跟你住了。啊！完了偷的，我说你租房子行，在夏天种点园子。结果那没挣钱，这主意可正了，他又是买的房子。婚后。他连续两次买卖房子，对，是吧？也没跟您说，没跟我说，这是为啥？这不结婚了吗？因为我当时呢是，我的户口在那个公社，不在我头一次买房那个公社。最后呢，乡亲们跟我说以后屯子有变故的话，你的户口不在这个公社，你在这个公社买房子，以后怕出现问题，不好处理。
完之后呢，大伙同学啥的说你把这房卖了，你回到你员工社那个地方去买，以后真又出现什么问题你好办。就是说我呢，儿子呢和他儿子我俩离一趟街，我家哈尔滨也有房子，现在给农村买房子也是为了说吃这个绿色食品，再一个就是自己养的猪和自己养的鸭自己养的鸡好像是香。听明白了，您儿子跟他儿子还住一条街上呢？对，就隔一趟小街。哦，所以其实您是想很享受农村的日子是吧？对，您是向往着城市的生活。对呀、啊，他答应说买房子，所以他现在不说是那个买房子，他没实现我就不相信他了。行吧，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真的想说大哥大姐你们离婚吧，真的别在一起过了，你非要逼他去买房子，他热爱在农村的生活，你看你们连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你们连生活在哪里选择的一个居住地都不能统一，你们的再婚经济是分开的，人是分开的，心是分开的，两个人互相提防着对方，各自偏袒着各自的儿子，这样的婚姻咱不要了。嗯，谢谢米娜老师。来徐总啊，一开始呢其实有一个隐瞒开始，就在回避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其实这是硬伤，如果说在先你们俩不会有往后的那些四年的生活，但即使知道了又过了四年呢，其实这就是您的原则一点一点的在退，退到了原则最终最居然到了 一间房子上，能买咱就能继续过，不能买就过不了了。其实你们两个人对对方都是没有信任的，都是留了一手的，即使你搬到一个屋子里去住，这个屋子何等的冷清。所以我也同意米娜的看法，有一个隐瞒开始的恋情可能有真实的最后的结果吗？不可能的。就这样，谢谢曲总。来沙大老师。我也是有点长见识了啊，就最后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就是说你给我买那房子我就跟你在一起过，不给我买那房子咱俩就甭过了。当然您二位半路夫妻理解有一些可能比较现实的东西存在，但是有一点我不解的是，大姐，在您知道他骗您婚史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欺骗可以忍，为什么当时他给您承诺买房子现在没买，这样的欺骗就忍不了了呢？在您这儿就是你欺骗我的感情没关系，但你不能在物质上欺骗我。所以您如果是一个如此物质的心态跟他相处的话，他也会用如此物质的心态来对您。就说到小的那个葱，我就不让你拿回家。对，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心态和状态下去过这样的日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干嘛要折磨自己剩下的岁月呀，对吧？好吧，祝二位幸福，谢谢。谢谢沙娜老师。来涂老师。靠墙墙会倒，靠娘娘会老，靠儿子儿子会跑，那靠男人呢？所以你们这段婚姻本来的基础就非常不好，你还想跟他相伴到老，在生命的最后，不要说多么讲究婚姻质量，但至少也犯不着花那么多心思去防着去猜着，你说对吧？说难听一点，到了这个年纪是两个人搀扶着面对死亡的问题，你们俩居然还在斤斤计较着这个，不想活得亲近一点吗？如果我是你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不会去花精力去哄着所谓不喜欢自己的对方的子女对自己好，也不花精力去骗对方，更不愿意花精力去猜对方在想什么，在防着我什么，我就想过个自在。如果没有老伴儿，我就过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祈求男人能够给我一个住所，我哪怕是自己租个房子呢，我至少过得非常的清闲，过得非常的透彻。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脑袋里面的细胞还要去花在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吗？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愿去再跨入一次婚姻，那我们就不要去耽搁别人，好不好？好，就这样吧。人为什么会被骗呀？是因为心里有欲望。可能你会发现，可能对这个婚姻你就重新审视了。来吧，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也感谢这个平台能有机会亮出我自己的心里话。以前呢我确实做得很不好，说的也很不到位。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咱们从这么多年走来，我也相信我自己能够有这个勇气改掉以前的任何方面不好，争取在今年年底上城里买栋房子，咱们重新开始，好好的度过幸福的晚年。我也再次谢谢你能包容我，能同情我，因为我也很难，自己呢要种地，要做饭，又要照顾家庭，又要维护子女，我也不易，谢谢你。哎，谢谢两位，请回吧。啊，咱真买咱出来啊，咱不买咱别出来啊。来，请关门。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老年夫妻的浪漫时刻吧，请见证。请亮灯，送给你们。谢谢。请回吧。谢谢。来来来，请回。